我在建，我没在建，我在厦门。赵信，征服者赵信，哎，要不要反他呢？英雄联盟，把头埋低。他已经知道我要来反他了，想过来做眼是吧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死！这个南山一击追人能力太强了，真的。全军出击！疾跑减肥。那我肯定要反他了，这波我自己单开。待会红开去反他。只有相位本冲才能这么打，没相位本冲这波就追不死他了。试试我吧。多一把长剑。来开个扫描来的，我见虚张声势吗？战卢马来吧。哎呦 ，Q 没好，这波多了一个惩戒他 ，Q 就差0.1秒，这波有点小亏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主要我刚才那个相位本冲的拉扯等于白用了，知道吧？没有用相位本冲这个效果追了他，不然的话可以多一枪到两枪，那他肯定死了。没事，送他一个头无所谓的。哇，奶妈交闪了。对，你就加个速，追不上。看上去就跟挠痒痒一样。中路可以抓呀，这卡牌这么压线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
我刚在中路经过下路，来来来，直接抓，直接抓，硬上硬上。妈的，打工了，纯打工这波，钱应该够了，伤害少一点点。我刚才以为他们会往塔下跑的，他往左边跑不了，这流浪过来的。过来，我接你，我接你。来，符能进过来一个，帮你减速。怎么把红尘给了，不过无所谓，这个赵信没有红尘他出攻速害的，到六级了，这卡牌有大招，感觉我能直接秒他。我可没有挂胡子的进攻，他要来支援了，我们围点打晕。AD 呢？这奶妈的沉默是真烦啊！我去不了，没状态了，这不。赶紧来双鞋子，不然我感觉走出他的那个减速有点慢。你走出他那个 E 减速太慢了，就会吃他的。这个二段禁锢效果，虚张声势吗？瞎眼吧！看上去就和挠痒痒一样。妈的 ，A 不到他，被他挡住了。我这边蹲一下，他待会要出来。我直接给他秒了，他这个先锋别想吃到塔的。先等这个诺手跟他打起来，等他把 W 开了。还想吃塔皮，赵信要来，没事，我这边有眼。
他要飞我们了，够了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先锋。他这个先锋我会让他拿了等于白拿的啊，只要我在一在上路，他就不可能用先锋吃到皮的。觉得走运吗？我忘了先锋持续时间多久了，3分钟好像是。走快点，走快点，他要开了，他把兵线带过去了。感觉我回家晚了，但是。没事，我在这边。我先把这个赵信给他秒。你别怕，我给烟雾弹。这盖伦可能会绕一圈来搞我们，不要去左边。试试火啊！麻烦不断。这盖伦溜的是真快，主要他是知道我们的伤害，知道吧？知道打不过他就直接跑了。我差一点点蓝就可以用E了。那个龙吗？我这为什么不敢过去？我最后死了吧？我跟他再来个极点蓝，我就可以直接 AEA 拉开距离，用下位猛冲分针他。为什么经常别人有的操作你没有的？就是因为你连那种想法都没有，知道吧？也许这个想法操作有点骚，在实施的过程中你会挨揍，但是你只要一成功了，它将会变成你的一种能力啊。就差点伤害，这把出黑切比较好，好一点，出黑切很好打盖伦。我们加一速还减甲，再来点生命值。
没有人在。试试我吧。有眼。先来个重伤，这奶妈回血回太多了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等他烧了半天还没死呢，这卡牌，我用奶妈过去给他加血了。最后应该是最后一条红尘的伤害把他跳死。1300，做了对手，感觉一个干锅不够用，再买个头带来好了。来个这个，直接出个攻速系好了。
感觉他们杀不了我。试试我吧。打这个塞纳买个针眼很好用，不然你得贴脸的时候他隐身你才能看到他。但他效果也不是隐身嘛，伪装效果，隐身的话就看不了了。太肉了，太肉了。七个